到了台湾三次，然后都是台北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。这跟我们班不一样。我觉得没那么对啊。上次来台北是去哪里玩？没玩。昨天你转机了十几个小时吧？没有十几个小时。先是延误嘛，然后从那个长沙，然后到北京，再从北京到香港。你还这么说，先录了一天快本，十点钟之后，然后延误到两点飞机，四点到北京变，再去 T 三，再坐四个小时飞机来香港，再坐一个小时飞机去台湾，还没有拍到凌晨点半，然后第二天七点，是不是要这么说？会觉得特别累吗？还好。打击拍的怎么样？过瘾吗？还好吧。你没打过瘾。过瘾。那你对导演有什么要求没？我都跟他觉得不。